异地女友奔现查岗。我到了。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你今天怎么不能让我来？才没有！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这么闲啊？哎呦，看你，那我有多大的事也得来呀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让我看看有没有残忍呢？怎么可能残忍嘛？哎，不是，这才多大呀？你告诉我，啊？万一被我找到了怎么办呢？不会在这吧？好像也没有呀。你看，看什么？好无奈的表情。真的会谢、啊？哎哎，鞋倒是换一下呀。哎呀，真是。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像回家一样？没有啊，酒店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哪有啊？哪里没有啊？你坐坐坐，你这里的空调我觉得有点低了。没有，这空调好像坏掉了，调不了。怎么会调不了？你是傻子吗？你把这个房卡拔下来，你再给它重新拆回去，你继续调不就可以了吗？哎、你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没有很熟悉啊。